眾所周知咧，寶馬嘅車款咧非常之多 ，number 仲多。講翻今日嘅正題啦，上一代叫5系 GT 呢款車喺香港幾好賣，但係佢已經停產啦。車迷亦都唔需要太擔心，因為佢已經改名不換姓，變成全新嘅6 GT。成架6系 GT 咧嘅重點咧，我會認為喺外形上邊啦，冇曬上代嘅笨重嘅感覺啦，成架車長咗，闊度不變，但係個車身咧高度矮咗，令到成架車咧個線條咧比上一代咧更加有型，尤其是我個人最欣賞嘅咧就係嗰個車尾嘅線條，令到一架 GT 車咧都有跑車嘅感覺。再加上咧成架車咧用咗好多鋁合金嘅技術啦，令到呢架車咧大幅減磅150公斤。車廂上面呢，大概呢就是5系和7系的佈局，用料豪華氣氛都是一等一的了，也都有很多先進的設備啦，例如 Dress Track Control 手勢控制系統啦，尾箱我會評論為6系 GT 的重點，腿部空間超過 1000mm， 尾箱呢可以由610公升擴展至1800公升，非常之實用的大尾箱設計。舒港的6系 GT 呢就有兩款的引擎選擇啦， 630i 呢就是用 2.0 直四 Turbo 啦，輸出呢就是258匹，暫時最高級的型號呢就是 640i 啦，就是一台直六 Turbo， 馬力340匹。好啦，講到最後講售價，799,900元起，最貴的103萬啦。